百里香在热铁板上逼出香气，放上加勒比海龙虾，再淋上白酒，盖锅焖出层次。法式铁板烧功法细致又繁复，为了吸引合适人才，业者寄出甜甜福利来吸金。只要入职之后，我就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一个完整的一个月的年终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用意。从事餐饮业超过10年的郝先生，去年12月到职，过年马上领到一个月年终。而看准年后转职潮涌现，业者再喊出，只要转职就任，就能立刻领到30000元红包。那希望来吸引这些餐饮的人才在这一波赶快加入我们。那因为严重缺工我们不仅是从台中的本店调人力来支援，那以目前的状态的话，大概每天也只能开30席。不惜成本抢人才，就是因为缺工太严峻，产能只能开出一半。除了乐葵法式铁板烧寄出一次性的红包要找30人，鼎泰丰也开出150个职缺，其中厨师起薪最高57K。另外，干杯集团最快18个月晋升店长，有机会挑战100万年薪。王品集团的铁板烧主厨更是上看年薪200万。为持续提升服务及餐点品质，公司在招募人才、薪资福利及教育训练等方面持续投入更多资源。此外，公司也已经在规划今年度的调薪作业，这将是第4年公司为员工加薪。根据 ES 123统计，年后有将近60%的员工考虑跳槽，接近35%还在评估当中，只有不到10%斩钉截铁要续留，也让餐饮业抢才大战火热开打。民视新闻郑竹云、庄博华台北报道。